我们即将在舞台举办2013日本观光特产博览会开幕仪式。我是今天开幕仪式的司仪，我是洪佩文，请多多指教。在开幕仪式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带来一段庆贺的表演。今天呢，为大家所准备的是威靖龙狮武术战鼓团的双龙争戏珠表演。开会式に先立ちまして、池隆氏武術専攻